有些意思啊。冬天冷我了。带兵啊！啊？我摸摸有啲咩？有啲啲书喎，我都唔识字。你摸下就讲嘅。你的香吻都吸引进了个性，有要疯吧？哎，你看你们都个性，你看。我那哈都想我个性啊。做一个高情商的女子，哇，这个 寄给我的这个小丽啊，真是太有心了。还边那是寄了，一个朋友网友寄了，那边是他是看到小凤啊，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也不认识几个字，也特意给我寄来这么多书给小凤看。哦，这个可能我要看一年半载。哦，这个全都是比较激励正能量的书。祝一个有才情的女子啊，哎呦，她是希望小凤做一个高情商的女子。现在我先给一点我奶奶还有他们看，来不来这玻璃给你太太的报告，这玻璃给你太太，这本是做一个有情商的女子。阿爸，补给你来，这个是高情商的女子。哎，这个给你。哎呀，这个写的可以。要我教过你吗？谢谢嘛，谢谢嘛，懂得会过来。没事，问我爸读高中哦。你要不要能吃饱饭？我先拿一个书来看一下，做一个。高情商的女子，我念一段给大家听一下，看一下我的朗读能力怎么样。情商决定女人一生的幸福和命运，它可以让女人快乐、阳光、活力、事业。情商的高低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，对其否等等等等等等。